哎，你好，我是 Simon。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是因为我通过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呢，认识蛮多新的朋友，很感人也很感动。那么呢，希望还可以认识更多的新的朋友，不管是你在马来西亚还是马来西亚人，或者是外国人的话，都很高兴的认识你。那么希望你可以在我的所有的社交媒体上点赞或者是订阅。那么我也希望通过所有社交平台呢，继续跟你保持联系跟联络。很高兴认识你，你好，我是 Simon。